哟，大家好，我是天使幽灵，今天要来和大家一起玩一个新的手机游戏，叫做《萨多利卡》。这个是由台湾的雷亚公司所制作的，它其他的作品有像是《曼多拉》跟《蒂莫》，还有《Cytus》，所以感觉就是有品质保证的游戏，超可爱的。而且我有事前登录哦，所以我有很多奖励。这个。你收集到金透石了吗？金透石是相当稀有的物品呢。让我来教你如何替换，就替新的灵魂书签复魂吧。耶，我们要来，是哦，他先送我们一抽，我们看下第一抽是什么？是什么呢？哎，要点开吗？哦，安吉丽亚，哎，这不是，这是确认一定是送这一个吗？还是哦，对，是确认的。我想说明就是这一只，看板娘成功了，是安吉丽亚的灵魂书签。安吉丽亚是太阳王国的公主，看来会有许多有趣的故事环绕着她展开呢。我能帮天使幽灵复习的地方已经差不多到这里了，希望接着在你记录事件的同时，你也能回想起地逝者的身份之外的事。这应该念地吧？接下来，请阅读记录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情吧。然后，我们先来，先回去一下，拿出我们的事前登录的奖励。200万呢，超厉害的！有钱钱，然后上古巨龙之翼之类，然后两个书签。那这边我们放上新的角色玩玩看。哎，普吉的叫声是普吉耶，好可爱哦！普吉，你的技能怎么这样子啊？对敌方指定角色进行谩骂。让其冷却加三，好，我们听他骂。Hello，回来了。然后刚刚破了第二章的最后一个章节，所以拿到了这个50个宝石，这个透晶石。我们可以来20连抽了，大幅提升也不知道提升哦，0.1%。好少，0.1%，0.02，好少，好少。好啦，总之我们就这个十回，然后这个十回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好，那这里呢？哦，倒是可以耶。那，拜托让我成为欧洲人吧！
哦，一下子多了好多角色呢。有二阶的公主跟狼，赞。牛角面包，全游戏最可爱就是他。我这个人很简单，他是丁公李慧佩。大家早安，现在是第二天，然后呢，我来到25等了。我们来，终于要来到我们今天的主轴了，我们要来丰收复魂20连抽。对，好，确定，拜托让我拿到强力的角色吧。之后就可以只要练这些角色就够，就不用就是一直抽什么的。哇哦，有这一只跟二阶的。这一次有两个二阶的，好，那我们再来。嗨。可以啦，有至少有许愿成功。36，我想要抽到40好了。哇，第一次玩就抽40，抽好爽哦！好啦，40抽了啦，满40了。8只，如果加上半兽人就11只了，好多哦！赞赞赞！今天是玩萨多利卡的第四天，然后呢，你看我们的宝石又满500了，然后所以我就打算说来抽一下，然后就可以让这一次的就这一集变成总共60抽，就是再加上除了这个10连抽，再加上这些书签。好，这一次就是希望可以抽到新角色。这个。这个9抽完，然后那边抽一个，这样子，这样就抽满60颗了。得用红色书签抽一次。如果我是多少？如果是一阶或以上，或者是新角色的话，我们就继续抽红色的。好，看来是抽绿色的呢。我不要你啊。达成了今天的成就了，原来是藏在后面4抽啊！哇，我的雅人这边又多了，太棒了！哦，这一只诺瓦它是登入奖励，对。好了，那么如果有任何的建议，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处留言告诉我如何做得更好。我是天使幽灵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等等，羊波不是羊，
他是水豚兽人，诶、欸。